么多人来看了以后非常激动。哎，我们我看看，快！哎，我们冻死了呀！我们上海方面来了100多人，从那个电视这个新闻看到，在这个北京这个网民啊，冻死啊，这受人，我们心里很难过。这个和谐社会还有这个悲剧发生，我们就过来表达自己的心愿。捐点款或者捐点衣物。那这是靠我往出来。先处理一下，什么？还有，都是咱们人先处理。刘姐，我说那个谁？这是我们上海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回去。来来，进来，都进来，都进来。都进来。没事，我进吧。这么远，千里迢迢的。哎。来来来，坐里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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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歇会儿，坐里头，坐里头，辛苦辛苦，您的手机吧，您把这个取了，使劲点，哎，坐坏了，哎，坐坏了，好，啊，行，你放小高了，不，啊。那他们说待会儿完了以后，我一块跟大家，待会儿我下来跟大家一块儿。你衣服穿上。啊，行行行，穿点衣服。你大衣穿上，美女穿上。我这边我们到了，到了。好，白色。待会儿我穿着衣服，我跟大家一块儿下去。老梁，我们现在怎么说？谢谢啊，客气啊。来，你别着急了。都是一样，对吧？其实你们在抗争的时候，对，就给好多人带来了，他们没有必要去上网了，对，都是这样的，对吧？目的是一样，所以呢，在这上海呢，那你们看安排一下，完了以后呢，就是最后呢，你们可以留下四五千名穿楼，两千名穿楼，下那边穿，来，下来整个点，别穿，穿应该多惨。我想呢，你们要愿意的话，你们呢都把这个你们叫中式员工来吗？来侬去了啦？我拿过来。吴小平，我打的了。我去买烟。哎，侬等一下，哪里人打的了？
我去哪个市嘞？本来是去年的。哎，你们都走了不啦？走了走了。然后去哪里？我这边说了对错。啊？我选的。什么行？那个，咱们要是那个什么了，啊，叫他们都下去，到下面去集体拍个照，要吗？啊，就是我代表我姐姐捐，连我们的义工，他们捐的，我自己先捐过了。到下面集体拍个照。那待会儿给他们开一个总的收据。行行行，凑了整数1500。啊啊，好好，谢谢。你就您稍等一下，我不要紧，省去啊，到我这就去集体拍个照。那我集体拍个照，好吧？我把义工全部放这里了。啊，对，都照完了。说两句口号，是吧？嗯，好，实际上老好，好好好好，实际上蛮好的，那我好好，行，好了好了，好了，这一张再出来了是吧？行，好，那叫他们都，那你把他陪着，千人的，我们老百姓的心是热的，心是热的，对，天气很冷的吧？全国各地的访民要团结起来，与腐败分子斗争到底。捐了1500块，约100左右人，这是代表上海的一部分人，一部分。谢谢，谢谢啊！我代表全国的访民，谢谢上海的兄弟姐妹啊！应该的，谢谢啊！谢谢。这是刘师傅，这是北京的啊。好好好，快点了，我去了，你先好了吧。好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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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边他看不着，他站到前面。哎，龙江，对。来呀，愿意来就来呀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心，我们住在外边的访民就能活，就能渡过难关。您慢走啊，刘老师。拿得了吗？拿动了。拿不动，我给你拉抬的。不用。谢谢，谢谢。我给你报上去。不用了，兄弟。您报的就是上海的市政府的。我这个最典型了。DIS 没有查到政府就是委托，政府收钱的那个内部了。我是全部查到了。好吧，媒体上帮我那个呼吁一下，看一看，有什么那个。采访完了以后，那在这上面你们自己怎么？